的呀？嗯，以后我的我怎么会？你过分了、啊，是他过分了。生日快乐！谢谢啊，手表啊，谢谢啊，眼光不错。我也想要个哥哥，挑一个送过来，免费，钱不要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夸我我小哥打篮球特别帅吗？我哪有？你觉得我不帅吗？你说过。跟你们女生说话真烦，绕来绕去的。我说你事怎么这么多呀？对不起，你以为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是吧？当我不说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不想让别人知道。你是不是闲的呀？贺子秋十级直男认证完毕。